幸为大家介绍电视连续剧《我是刑警》。《我是刑警》是一部全景式展现中国刑侦35年辉煌历程的作品，用老中青三代传帮带的群像，以及一系列大案要案的真实侦破过程，对中国的刑侦英雄群体进行了全面的展现和构筑。我们将沿着公安刑警真实的破案足迹，以纪实的手法、质朴的表演，用影像重走这条英雄，给大家带来一部刑侦史诗精品力作。谢谢大家。